是说话坏的习惯，总是想得简单，明天并不难，害怕拥抱的难堪，只等着自己变勇敢，却忘了明天不一定必然，忘了转身的遗憾，忘了有谁为此感到心酸，记得自己孤单，忽略谁不安，等待那么的一般。Will you remember me? Oh, oh, oh. Will you remember me? 失去才懂存在的意义，回忆才会带着这匹马，请他们喝酒。爱拼啊，家的赢，谢谢大家。来，一起访问。好，我先。好，先。待会有。有点紧张，给你们搞到紧张，本来一点都不紧张。哦，不是不是，紧张是你们看完戏很喜欢，所以我就有压力。反正就是紧张，尽量把这个欲望取消。其实心情就是来享受，因为作为新导演怎么讲，第一部有入围其实已经很开心，我觉得每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前辈还有一起新导演都在这里，然后我希望就是典礼结束之后跟大家真的可以畅快的再喝酒聊天。感觉就是跟前辈学习啊，因为就是除了戏剧以外，我觉得秋生哥经常也讲很多人生的哲理给我听，跟他学了很多。第一次行红地毯，心情如何？有一啲紧张，但系都好开心。有些紧张，但是很开心。有冇見到咩演員你覺得好開心？你頭先冇表演上。黃秋生。黃秋生，黃秋生。仲有柯震東、周星馳。柯震東跟周星哲。有找他們拍照嗎？有冇揾佢影相？有啊有。拍了拍了。他懂得比我多哎。是什么错？他第一个讲的就是我啊，我怎么吃醋？应该是有提醒